你来了呀，怎么，是有什么事要商量吗？这么快便有下文了，看来这几位丹士确实颇有水平。丹叔，等等，丹鼎司的丹士长怎么也滞留在外？我听说这位大人双目失明，不良于行，平日里绝少离开丹鼎司的洞天，以他的技艺学识，难怪这么快就能解除药力。让我瞧瞧他的报告。没有解药，这些妖人到底从什么地方搞来如此高深的丹方，真叫人头疼。不过这已是一条线索了，多谢你，务必收下这些谢礼。不必客气，你为罗浮，为仙州做了很多事，身为测试长，这是我应有的答谢。这棵树都枯萎了几千年，居然重新长起来了。谢谢你能来见我。在下这次驻留长乐天，本是来为一些同胞看诊送药，但临时接下了神策府研析药方的活儿，耽搁了时间。我备置了些药物，若是误了时间可不好了，能否请你代劳帮我送去？原本送药可以由同僚们代劳，不过眼下四处都需要医事，指望不上他们了，想来想去也只好拜托你，就当是互惠如何呀？若是他遇上什么困难，请你回来时也告诉我，配好的药在这里，他家就在幽霞亭附近，去那里很容易就能找到他。这棵树都枯萎了几千年，居然重新长起来。这就是丹叔让我找的孩子吧？他来这儿是为同样眼盲的孩子看诊送药吗？围观什么呢？这是你该看的东西吗？你到底是谁呀？警告你，别多管闲事啊！老大已经好几天没打过画外民了。让开点，别在这儿耽误哥几个的正事儿。停！老大！哎呀，老什么大？快扶我起来！我都看到了，这家伙突然用内力暗算老大，你太卑鄙了！没错，要是你没用内力暗算我，我肯定一拳就给你打得满嘴血。不是吧？我看着就是老大一拳没打动人家呀！你给我住口！走吧，老大，咱们不跟这种不讲武德的人一般见识。哼，今天先放你一马。要是公平对决，我未必不是你的对手。就是就是。大哥哥，谢谢你帮我。
我没事，是我自己不好，本不该到处乱跑的，结果撞上那几个家伙。他们平日里边取笑我眼睛瞧不见东西，总爱在我面前使绊子，偷我的东西。还好有大哥哥在这儿，要不然他们才不会这么轻易放过我。啊，是丹叔大人托你来的。听说最近出了许多乱子，他一定很忙吧？谢谢大哥哥，也请你帮我谢谢丹叔大人。他怎么孤零零的，一个人来去？算了，药已经给到了，去和丹叔汇报一下情况吧。几千年居然重新长起来了。怎么样，药已经送到了吗？他让我想起小时候的自己，在年幼的时候我也和他一样在黑暗中摸索，要面对不知何时迎面而来的障碍，还有人们不自知的恶意。被欺负了或是摔伤了，只能哭着求丹顶司的医师为我治伤。一来二去，我自己也走上了这条道路。多谢你能保护那个孩子。小友，在下能否拜托你另一件事？是啊，我担心他一个人来去，也想听听他最近的心事。那个孩子的父母因为丰饶民战争而离世了，收留他的亲戚也和他不甚亲近，我为他看病时常常成了他倾诉的对象。医者开药也许能保护一个人的身体，但有时候心里的孤独和创伤却只有陪伴关心才能慢慢疗愈。他说他有心事时都会去公灶司找个角落坐下，听听那里的声响。孩子的父母曾是公灶司的工匠，想来是那里让他心有怀恋吧。我猜他眼下是往那儿去了。不成，眼下遍地都不太平，他一个目不识物的孩子可不能放着他乱跑。这棵树都枯萎了几千年，居然重新长起来了。怎么回事？那孩子是遇到什么危险了吗？没事了，没事了啊，小玉。谢谢大哥哥，
有他在，不必害怕了。可是我一想到自己给丹叔姐姐、给大哥哥添了这么多麻烦，拖累了两位，就觉得很惭愧。只是这样吗？那，你最好先学会习惯起来，因为在之后的几百年里，像我们这样目不识物的人，还会继续拖累我们遇到的每个人。如果只是因为这点小小的愧疚就让你感到伤心，这条长路你还是一步也别走下去了。这不是安慰，这是现实。在黑暗中独行，恐惧着突如其来的障碍，不能理解别人描述的所见所闻，所有人所有事物都像是笼罩在漆黑的炭火里，看不见却能灼伤你。这样的生活对长生种而言还要持续将近千年的时光，他必须学会靠自己挨过去，而不是妄想任何人的救助。是啊，我确实在努力改变他这样的人的处境，不过在那之前，他必须先像我一样学会忍受黑暗。我丹叔姐姐，我能靠我自己，只有自己才靠得住。很好，希望你能永远记住这一点，永远。这地方太危险了，咱们回长乐天吧。再次感谢出手相助。像我们这样的天缺者，年轻时免不了遭受欺辱，即使历尽了苦难，坐上了丹市长的高位，也依然对很多事束手无策。正因如此，在下才会对他说那些话。那些话在你听来一定很刺耳吧？可是，与他未来会遭遇的一切相比，在下那番话只能算是和风细雨。长生种的身体状况是从出生开始就注定的，相貌眼丑，心智咸愚，身材高矮，这些全都自出生的那一刻被永久固定在了血肉基因之中。许多在短生种处可以借由技巧或手术弥补的缺陷，对仙州人反而回天乏术，因为无论采用何种手段，植入何等技巧，我们的身躯都会复原回最初的模样。我也曾不信邪，为自己装上过义眼，不过很快被摘除的盲眼又再度生成原状，让我痛不欲生。而从那以后，这重获光明的片刻反而成了永久灼痛我的记忆。对于长生种来说，天缺即是永恒的苦行，避无可避。讽刺啊，很多丰饶民，也就是所谓孽物，不会受此折磨。至于天缺，大约是受恩祸阻，为背叛者准备的诅咒吧。不，没事了，是在下一时失言，辛苦你陪我走这一遭。我想我在长乐天的心愿也暂时了却了。对了，在下有一件礼物想要送给你，但这还需要我准备一段时间，等到谢礼准备好，在下会联系你的。那我们就暂时别过吧，小友。丹叔需要一些时间来准备给我的谢礼，现在闲来无事，
不如去三余书寺看看书，等他联系我吧。专门从新茶海赶过来看剑墓的。看没看过那本讲石王司的小说？都是编的吧。没问题，看吧。西远先生说了，即使对方不买书只看书，也绝不能赶客，宁可不赚钱也不能寒了读书人的心。不过你最好在不碍事的地方看，不要挡住其他客人。等的人已经联系你了，慢走，路上小心，下次记得买书哦。我是专门从新茶海赶过来看剑墓的。小友，你来了。这阵子你奔波劳苦，我想为你提供一些有帮助的东西。研究神策府提供的证物让在下小有灵感，我比照了相关的历史文献记载，调配了一副延寿健体药，在下将它定名为参云城鹿丹，想送给你，服之令人身轻体洁，延寿养生，对无名客而言一定能让你的旅途更为轻松吧。好了，在下还有些事需要处理，那么我们就此别过吧。希望下次见面时，我能有机会看清你的模样。微冬，头突然好疼，怎么回事？不，不对劲儿，身体好热，好难受。有点喘不过气来了，似乎稍微缓解了一些，但还是不太舒服，情况有些怪异，还是去神策府找青族商量一下吧。我是专门从新茶海赶过来看剑墓的。我有句话一定要对你说。哼，给我的参云城鹿丹不会真的有问题吧？怎么回事？这儿不是神策府吗？神策府怎么会出现这么多魔音身？不，不能让他们靠过来。Yep!
内从屋也是掌控星空的欲望，也包括我在内。此乃神体。是吧？玄铸成此制，永不终结。枪，冲锋！你到底怎么了？你们当心点，别伤到他。醒醒，快醒醒，你还好吗？太好了，你终于清醒过来了，我还以为要出大事了，惊得一身冷汗。你走进神策府，突然开始挥舞武器，你失控的样子和那些堕入魔医身的同胞一模一样，我猜其中必有隐情。在你来到神策府之前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听你描述，他送你的礼物与药王秘传的诡异丹方同出一炉。不过奇怪得很，来检查你身体的医师却说，你的身体机能并未受什么影响。这是他在戏弄你，还是说他的药在你身上失手了？我建议你之后来复查一下，毕竟药王秘传的仙药谁也说不好有什么疗效。我会立刻传令通缉丹书的，如果你有找到他的线索，也欢迎随时与我联系。带着这个谛听吧，也许能帮你找到这位朋友。丹叔不在这里，该去哪里找他呢？对了，丹叔给我的药盒上残留了他的气息，用青族给我的谛听找找看吧。出来吧，小谛听，帮我找到丹叔吧。看起来不错。
是丹叔。既然他和一群药王秘传在一起，那么情况大约就是如此了吧。魁首大人，请您退后，我来处理这家伙。无妨，他是我的朋友，不少兄弟姐妹都折在他手里了。我知道。可是我说了，他是我的朋友，退下。是，魁首大人。没想到你会来找我，老大，真是粗鄙的称呼。在下是药王秘传众兄弟姐妹之首，是慈怀药王的子义。我们会带领整个仙州联盟走向丰饶的道路。你吃了我给你的参云成露丹吗？你体会到转变了吗？多少求药师抵达仙州，渴望求取不死仙方，却无功而返。但他们猜得没错，仙州确实保留着转变为长生种的秘密。我很欣赏你，想把这样的机会留给你。服下参云成露丹，你就能切身体会到慈怀药王为血肉之躯带来的无限自由。你听起来似乎并无异状，你的呼吸并没有变得更绵长，气息也不像是经历过变化的样子。为什么？你的体质与常人不同吗？看来你还没有原谅在下，在下对此并无怨言。小友，在下恳求你离开罗浮，离开这场争端。事情并不是你看到的那样，神策府的猎狗是如何向你形容这场内战的？代表正庙正神的地宫司命在宇宙中追猎邪神寿温霍祖，而药王秘传是邪神的爪牙。事情当真是如此吗？你不了解慈怀药王，也不了解妖宫霍祖，但你了解在下。在你眼里，在下是这样的人吗？在下不要求你站队，只是希望你能远离罗浮，远离这一切。这一切本就与你无关，我也不想与你为敌。所以，真遗憾啊。如果你先认识的是在下，也许我们就能成为真正的朋友了。魁首大人，我们得走了。在下衷心希望这是你我二人的永别。再见了，无名客。包括我的
终成此志，永不终结。会错不是，好疼。鸣枪冲锋，睡吧。灯前一传，铸成此志，永不终结。天际长存。哎，去神策府通知一下秦族吧。还走，现在去哪儿？怎么样，你找到丹叔的消息了吗？没能抓住他吗？我明白了，这些家伙潜伏良久，如今终于露出真面目，一定是为了某些更可怕的计划。我得加快搜捕的步伐。无论如何，还是感谢你的帮助，我们会根据你的情报去搜捕丹叔的，辛苦你了。啊，听警员说，你受他所托，即将前往丹顶司与太卜大人率领的大军会合。我这里就不多耽误你的时间了，请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另外，如果你再次遇到丹叔，请及时通知附近的云旗。收下这些酬劳吧，这是你应得的。
时间还早，现在去哪儿？
以自己的意志抵达结局吧。
此志，永不终结。